间我得稍微快一点。什么？电视？咋的？他们连电视都不让你看呢。看，妹子，那《还珠格格》播多少集了？这谁？哎呀，对门老王，老王大哥啊，你跳墙过来的啊？哎呀，是不是没逮饭啊？逮了。什么时候逮的？上礼拜六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姐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下巴磕子都爽了呀！哎呦我的！大米粒都千万别给大米粒打，打，让他给大米粒打。大米粒肯定说的好听，你看说的可好听了。那我打，打。哎，妹子，我这电话要一打通啊，我姑娘肯定说。妈呀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那活你都别干，等我回来干。哎，打通了。妈，你挺好的吧？我加班，你吃好喝好啊，多休息，有什么活等我回去干。我爸脾气就那样，你忍着点啊。我的妈，听着没，电话里还威胁我呢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跟他过啥呀？离，马上离，通话离，现在就离。妹子，离婚那么容易呀？我们家户口本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。我亲眼看见你。他也不爱你，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了。妹子，你姐夫说了。雇我呀，比雇保姆便宜。把你都当保姆了，你还在这家待着？我在家那都把我都宠上天了，把我当娘娘一样供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没事我都离家出走。哪一次我一离家出？你演的好啊，他妈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你对。就凭我这演员，我给他整两句，够他歇乎半年的。表演艺术家我呀。哎，别出警报啊！来，这下把我累的。我移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家还有个影后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演的比我还像呢，我差点真跟你离婚。跟他离。离完了我领山去，走。哎，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演的那个小子可不是我啊。是啊。我可不这样。就拿咱们家这房子来说吧，虽说是我拿的首付的大头，我可没天天说吧。哎呀，你个大老爷们，你瞅瞅你啊，遇事要冷静，好不好？我能冷静吗？啊，车不让推，气儿不让放，后座不让卸，那我打气行不？哎，打气行。我打爆他！这，打爆他！打爆！打爆他！我打！把车给我撒开！我打爆他！不行！撒开！我撒开！这不行！我就打爆！这，我毙了！嘿！
小脸，这可不是我要打的，是他让我打的。这样，撞你啊，不能打啊，我就打，不能打。他让我打的，我就打。不行，你撒开，你撒开，别打，不撒开，不能打，不能打呀，别打了。哎，干啥呢？多大人还打架呀？啊？你俩谁打谁的？这是、啊、不是谁打谁？王小倩跟车干起来了。啥玩意儿跟车干起来了？小米粒是这回事啊，这车胎没气儿了，我呢想给他补补。哦，我是好心不？嗯，他不让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这小子厉不厉害？这编瞎话，你看你厉不厉害？你叫你竹子，你不是竹子，你是真损呢！哎呀，你说到底听你俩谁的呀？小美人，你听我说，你说，他呀知道这个自行车是田伯伯送给你的，完了小心眼上来了，非得要把这车打气儿，完了给打爆了，能明白不？王小倩儿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啊？是，小美丽，我就是不想你跟田伯伯去吹吹风，能不能别整这出啊？就不允许。谁说这车是我买的了？人这车是秘密托我买的，我这不在家吗？田笨笨帮忙给送过来啊！啊，那是咋回事啊，大爷？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开春了吗？秘密说呀，想买辆自行车，可以锻炼身体，还说呀，想带颜值最高的人一起去骑车，顺便呢还能吹吹风。吓死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好像明白了。这事儿好像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？那个小脸儿，秘密买辆车，要和颜值最高的人去吹吹风。谁颜值最高呢？你想？你想多了，不是你，是张璐。你说气人吗？怎么能是他呢？哎，你再想啊，张璐驮着秘密去吹风，那是啥画面？你好好想想。那是他，张璐驮着秘密，哎呀天哪，那还能啥画面？张璐骑着车，秘密坐在张璐宽阔的臂膀里，他们俩吹着风，我在后面夸着夸着就是追，这不是他俩遛我呢吗？那个小脸啊，小脸，别上火啊，气儿我不打了，我给他放气儿。上一边去，告诉王倩啊，爱情是爱情，工作是工作，在我工作的时期，我觉得一丝不苟，你别给我捣乱啊！不是，你咋这么犟呢？闭嘴！我为你好吗？闭嘴！小米丁，这个车真是秘密买的啊！真是秘密买的。你那歌怎么唱？哎呀！我说命运，知不知道？白小黄，他呀，今天第一天当官，逮谁跟谁干。把他放到垃圾桶里，然后对我说声道歉啊！你信不信？一会儿我让他跟我道歉。我不信。哼，你就看着吧，你配合我啊！啊，郭哥，你今天在这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？创城！现在我们都在创城，啊，大家都在干好事。你这什么行为？哎呀，你咋知道我没干好事呢？我干的好事可多了。你干什么好事？我扶老太太过马路。你在哪儿扶的？太原街。太原街呢？我还在营口扶过呢。我还在北京扶过呢。你都扶到首都去了？嗯呢。行，那你厉害。咱别说老太太这事儿，我还扶过老头呢。你还扶过老头呢？啊，那老头叫什么名呢？我哪知道。哎呀，小倩儿啊，他连老头叫啥名都不知道，你说这是干好事吗？你不知道叫啥名 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给人送回家了吗？万一半路卡了呢？可咋整？你这好事咋做的呀？你是不是错了？哎、道歉。行，那我对不起，行吧？但是哎，这个事儿不算。来，坐下来。哎呀，你还想跟我说啥？我做的好事可多了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我还给灾区捐过款。那我也捐过呀。你还捐过？咱们的零钱箱是不是都捐了？对呀、啊。还有呢，我捡了30万块钱，我还交给派出所呢。30万都交了啊！哎呀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就还给失主了。失主叫啥名儿？这跟我有啥关系？郭
关系可大了，小倩儿啊，那个人去领钱，他真是失主吗？他万一不是，那失主给多着急呀、啊！哎呀，果哥，你这事做的真不对，你快给我道歉。对呀，那我对不起吧。不，他俩忽悠你呢。那什么，你就坐下，没你的事。果哥，你不知道我做的好事可多了，我还给那个敬老院我做过义工，我还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我教他们唱过歌，我还教他们唱过黄梅戏呢。安徽的。树木上的鸟儿成双对。露水青山带笑颜。妈呀！哎呀，自从我到东北，我就没配上对儿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唱的真的太好了。这黄梅戏你都会唱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黄老师你快请坐。哎呀，客气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想学，就那段叫什么？为救你驸马。你能教我全本的吗？我才不教呢。刚才大家都看见了，你刚才对我啥态度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整错了，对不起。真想学呀？我今天没空，改天行吗？改天你上我家去，我教你啊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一张嘴就知道这事。哎呀，我说大清啊，你遛狗呢？我这家嘛，草场我跑了一圈，我也没看到人呢。你说是谁呀？你骗我呢吧？没有，那不那谁吗？那谁呀？那谁吗？就是谁呀？那谁吗？那谁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说他有啥用呢？你不耽误我功夫吗？你不对，你肯定是刚才把我支走了，把苹果掉包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有意地把我撵走，然后把我这个苹果放在你这苹果旁边，再把你这个苹果放在我这上边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大舅啊，不对，你整错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是我的，我这是你的啊，这。对，我就想告诉你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不能弄错了。街坊邻居们，想错都错不了，我这回画个记号。我这箱苹果是三角的，你这箱苹果是五星的。我这五星的，错不了了。角，大舅，来了。我怕你一人搬苹果上楼太累，这不叫王小倩过来一起帮你。来个立根。哎呀，小美丽啊，你这个心地就是善良，就是好啊，想的真周到。苹果我给你带来了。哎，这个我得带着。大秦哥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什么那没关系，我这不也帮人家义务推销的吗？义务？我没听错吧？不挣钱的事你能干吗？你脑袋是不是进疙瘩汤了？王倩，大秦子哥当一回狗人，那也不能一辈子都是狗人吧？哎，要是这两箱苹果品质都好的话，我就都要了。太好了，那就请你开箱验货。来，先看我这个，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大苹果啊，又大又圆的，一看就能好吃哈。是不是啊？那行了，赶紧订货，多少钱？快交钱来！停！他这叫苹果吗？他的苹果跟我的苹果一比。他这顶多算是傻果，我的苹果比他还好，比他还大，比他还红呢。啊，是吗？不信你看看，哎呀，我天哪，他的叫傻苹，你看看我这苹，哎呀妈，我这苹果咋烂了呢？这个，这是不是怎都弄混了？他这样，秀爷啊，我特别想相信你，但是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